昨天上午，在大连市女骑警基地，60把崭新的马刀交到了女骑警手中。这之前，女骑警礼仪表演用刀是1995年设计的，样式、质量、使用效果等方面已经不适应现阶段女骑警的表演礼仪需要。这把刀就是设计了这种卡环，这样是抽刀的时候我们需要按一下，可以把刀抽出来。之前是不需要直接拔出来，但是在其他一些任务中，就是刀会发出声音。新式骑警马刀是在女骑警原用刀的基础上，对刀的外形材料进行了调整，不仅刀的质量、刀身设计也变得更为简洁流畅，贴近实战。因为我们在做刀的时候是很考虑重心，所以它拿起来就是手感特别好，就觉得举重若轻嘛。另外，马刀的刀身增加了警徽图案，其中槐花图案代表了大连，盾牌和马蹄铁代表了公安局骑警大队。第一时间，孙军、童浩报道。